你知道吗？你在这里帮助过的每一个人，都给你送了东西。我们给你灌盐水，泡大蒜粥，最后用我家里的土办法，盖了好几层棉被把。 这才去了文斌。哦，你知道我睡觉睡得沉，我怕你醒了我不知道，这样好一点。醒过了？不醒了。 怎么带？第一次这么害怕，比我一个人在林子里找不到路还要害怕。快好起来吧。 我们是要一起过一辈子的。 健健康康，平平安安。